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唐哥呀。啊，这不消失了两个月嘛，今天咱就前这个冰山吧一下，好吧？根据我的记忆，应该是1:3的胶水加上超级无敌多的淀粉。为什么搅不开？我下手了，就是下手的感觉，像没有泡开的奶粉，你懂吧？就一块一块的。不会是要先加淀粉吧？再一次，淀粉、水，咯了咯了，胶水、色素，咯了咯了。起司烫，哎妈呀，这玩意根本搅不开呀，非得用手抓。好啦，最后一步了，成型水。这什么玩意儿 ？Oh my god！ 哇哇哇，这是个啥呀？就抓起来那种沙沙的感觉，你看，就硬块豆腐渣，哎，还得挤出水。走你，再来一次。这一回咱们严格按照比例来，好吧？哎，我原本想说胶跟淀粉1:1的，但是我想起前两次失败，那肯定是因为淀粉加多了，所以我又补了一杯胶水。嘿嘿，机智吧？好的，接着加入6杯的水，色素、起司泡、成型水。这要是还没成功，好的呢，最后一次，哈哈哈！我知道了，肯定是没有加甘油。